人生实在真恶命，啊，人心嘛真复杂。照你讲，我会当顺利找到册读甲钱柜，爱感谢你一条。啊，无是安怎？我今嘛连一点啊感激心情都拢无。可能是我所经历、所看的，不是意外惊喜，颠倒是有心的设计。是啦，我确实是有计划，只不过我是想要到三江，不怕伊啦。好，那咱就坦白讲，咱本来就无熟识，啊，无需要跟你什么交情。咱唯一的关系，就是你的翁婿是我阿兄，还有两个囡仔嘛是我弟啦。咱的关系嘛只有介安尼，啊，若其他的，咱就田无沟水无流。上好拢卖见面啊！文谦啊，咁少安尼啊？刚刚姚嘉伦甲伊问什么看法，突然千里迢迢来个台北，起码高铁啊，搭台北甲铺主都袂输甲隔壁庄的，无差啦。阿姆哥听起来。我曾经就介意嘉伦甲尤文，讲阮想遮近。但不过恁阿兄是这两个囡仔的亲生爸爸，我是因的妈妈。罗女士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啊？你家家算是近，是讲你会当放心？这两个囡仔，因阿姐尴尬了就有礼貌，就捌代志的，所以你唔免烦恼，因会对伊冷淡。我较唔免烦恼，文庆会走进家里相处。唔对，啊以后恁是不是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做一家人？那是爱靠你，唔是靠我。多谢你的提醒啦，那恁先把我迎入去啊。快些，稍等一下。是安尼啊，阮王家历代祖先阁阮阿叔咧内面，啊万一你也入去，互因看到，我唔知影要向因交代。因为王家有一个规矩，小三是袂用得入去的。